起硝烟，望断碧悬，了无所见，非近非远，非远非远，左右之间，生死别缘，虚实一旋，赤手空拳，穿针引线，看不到一点，俯仰之间，烽火连天，为信仰加冕，认真相处莫无常，不声不响，魑魅魍魉悉数登场，负隅顽抗，结局百孔千疮，我已不伤，乘风破浪，剑拔弩张，闯入界王人跌宕，是无双。现在兄弟们都有情绪，整天被这个田中调遣，还摸不清头脑，天天要这个文件要那个文件，还各个加急。浦口码头的货运单足足几千张，刚刚给他送过去。真不知道这个日本人到底要干嘛。他想要就给他，葫芦口再大，没有药也倒不出来。咱们等着。那个日本人来局里一段时间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局长，田中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效果。看来你不喜欢这个日本人。他只是在做一些常规的情报调查，这些咱们局里自己人也可以做。你可不要小看这个田中，在日本占领南京的那几年里，田中是抓获共产党人数最多的人，也是破获共产党间谍案最多的，远远超过上海、天津、广州其他的日伪谍报组织。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，让一个日本人参与，可能……我也不喜欢日本人，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人。你的担忧我明白，既然我可以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，也可以让他再回去，你不要把他当人，他就是一把刀，你让他刺哪儿他就得刺哪儿。明白了，那就拿出结果来，去吧。是。有什么问题问。如果这个田中真的抓到共产党，我们还要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吗？事情总是变化的。美国人在日本已经扶持了他们的天皇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现在，我们就要利用日本人和美国人玩一场新的游戏。这个田中就是这个游戏中的棋子，对棋子好一点，对我们没有坏处。老兄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是跟汤姆森的生意有关？美国人那边已经开始发货了，咱们这边接受的商会也都非常配合。报告董事长，人到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沈老弟，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奇怪？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，让这些人主动把钱给我送过来？愿闻其详。他们都是拉关系，走后门才找到我的，为的就是让他们的子女能逃避募兵。党国不是在1945年底就已经对外公布停止征兵一年了吗？这怎么又开始了？没看到公告啊？征兵的事儿归兵役局管，本来是有公告的。因为军条被美国人压着，所以就没出。
但是各地的军方大佬们也都各自有所动作。老弟发现没有？得到消息的都是大夫之家，党国的水浑着呢。明白。跟小日本干了几年，中央军减员严重，地方军也一样。毕竟，有人有枪，才有权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日本人投降没多久，就又开始这样，是不是还是为了对付共产党？很有可能。据说战略顾问委员会拟定了一个最新的战略计划，被列为最高机密。只有刚成立的国防部的少数几个高层看过这个计划。那为什么连咱们军统都瞒着？我们一处可就是搞情报的。那些军僚现在只想着怎么削弱咱们军统的权力。正副局长是个和事佬，毛副局长地位也不稳，所以没有人真正替咱们军统的人说话。怪不得罗兄总是怀念戴老板在的日子。怀念谁都没用啊，日子总会变的。所以他们要征兵，就让他们征去，只要有机会，咱就挣咱们的钱。这怎么挣钱啊？这不就是挣来吗？让手下的人去查一查，看看都有哪些商贾之家，有士林子弟，只要纳入参军的行列，要想取掉名字，那就得拿钱来找咱们。先生，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什么新的消息？我最近认识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军官，叫做汤姆森。我了解到，美国人非常期望军条能够继续进行下去，他们并不是一味的希望国民党和我们打内战。消息可靠吗？非常的可靠，因为美国已经停止了向国民党援助军用物资。只不过，美国人太天真。怎么说？国民党现在在暗中充盈军需，四处招兵，但没有大肆宣传。从这一点看来，国民党的举动和军条是完全相悖的。他们应该是在拖延时间，为开战做准备。这个情报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国民党的具体军事行动方向。罗立忠跟我提过，国防部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计划，列为最高机密。如果能够得到这份计划的话，我们应该就能够分析出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真正战略部署，并且还有军条的筹码。有机会得到吗？国防部战略顾问委员会和军统的联系并不多，不过我可以找机会试试。你确定了行动时间，及时通知我，我会安排我们的人暗中帮你。有人能帮我？组织有组织的安排。好吧，我知道，有消息我会通知你。
找到线索了，我就要来跟你解释。国连生曾经供述，浦口仓库的货物是在他接到王洪涛的命令之后，在部分货物上做好了标记，从浦口码头转运的过程中被共党分子偷运到。更具体，这种类似仓鼠的行动并不多，几个月内只有23次，有粮食、米面、面花、被服等等，凡是有这样标记的货物都出现了非常大的损失，有些甚至达到了20%。因为这样的行为并不频繁，所以很不起眼，要不是国联生自己招供，外人是很难察觉出来的。这三份货运单上的物品，一批是药品，一批是实验，一批是机械零件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日本投降时从日本人手里得来的，他们都是共产党苏北根据地非常需要和紧缺的。而这些货物在运输过程当中，在码头只不过就停留一夜。调好了，码头仓库每天货物进出量巨大，没有人准确提醒，外人是不可能找出这些货物的。好嘞，就算是国联生，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准确地找出他们。所以，必须牵扯到货物的发出部门和运输部门。所以必须要绿委资产分配委员会的周达远，还有交通部公路局调配处处长钱碧良，有他们的协助，才能把货物运输到根据地。那么王洪涛如何能知道哪一批里有药品、有食盐、有机械零件？他又是怎么能让国联生准确地找出他们？只有一个可能，内部有人透露情报。他们三个是中央党校的同学，这些货运单的经办人，也就是他们两个，所以内部的鼹鼠就是他们俩。从王洪涛开始，到货物的发出部门、运输部门，再到码头的国联生，这个情报系统就完成了。走吧，跟我去见叶局长。局长，我觉得可以安排行动科的人把周达元还有钱碧良都抓起来了。现在抓捕只会让共产党的人察觉，他们一定在政府内部还埋藏着更深的人。为什么要如此着急的拾起诱饵呢？如果这两天出现什么意外，人跑了怎么办？啊？你这个日本人是不是话太多了？我们中统的行动用得着你来指挥吗？沈林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田中说的有道理，既然找到了目标，为什么不挖出更多的人呢？好，沈林，接下来的工作由你来处理。是。说吧，沈处长，怎么打算的？麻烦李科长叫你的人对周达元和钱碧良进行24小时的监控和跟踪。跟踪监视必须由我来指挥，行动科的人要听从我的命令。怎么着？
我们行动科还得听日本人的。这件事上，你们必须得听他的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就算是去局长那儿找答案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希望你想清楚。这一次，多谢沈处长的支持。工作上的事儿不用客气。既然是工作，那么酬劳的事情，沈处长到时候应该是可以兑现的，对吗？什么意思？回日本，干好你的工作，远远没到你跟我谈条件的时候。中山路，跟上。好嘞。这两天都干什么了？没什么特别的，每天都是8点从家出门，然后去日伪资产分配委员会上班，整个行程不到20分钟，中间也没见跟什么人接触。你不会漏了什么东西吧？放心，兄弟们眼睛都没敢眨一下，这档口小杨还盯着呢，我们换着班来。李科长，你们跟着钱碧良是不是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来啊？查着了，钱碧良除了上下班就是逛书店，戏台和舞厅他都不去，他很少和别人接触。我盯了他这么多天，他就在好客来饭店和一男的吃了顿饭。男的？啊，什么背景？还有那书店查了没有？查了。书店没有固定的，他就是正常的买书。那男的是个做生意的，没啥大背景，他想买一节车皮，生意做得也不怎么样，老婆孩子一堆破事儿，我每天都把他妈这些都给我写到报告里。你们俩都知道我想要什么吧？啊？你想说什么呀？说，我们都盯着这么多天了，什么也没发现，会不会是小日本搞错了？是啊，科长，沈处长现在这么听小日本的，你说这万一消息不准确，那折腾可是我们行动科呀。你们两个傻子，如果小日本错了，那责任不在咱们，但如果他对了，那功劳都是我们的，懂吗？继续给我盯紧了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漏了什么东西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是，是。沈处长，沈处长，您留步。有事吗？是否有时间到我办公室里坐坐？我刚得了些上好的荣景，你我还没有熟到可以坐下来一块喝茶的地步。是这样，茶不喝也行。不过，我刚找到的线索，我相信沈处长还是会有兴趣的。
沈处长，请。你这变样了。多谢叶局长的厚爱，知道我爱喝茶，送来了这些。沈先生，请喝茶。有事儿说事儿，喝茶就免了吧。坦白说，我很欣赏沈处长的坦诚和能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跟你成为朋友。你最好汇报工作，而且我希望你注意自己的身份。行动科对这次行动意见很大，如果有任何差池，你应该知道你面临的是什么。沈处长一定看过我的档案，应该知道被我叮嘱的共产党是没有一个能逃得过去的。就拿王洪涛来说，很明显，他那么精心安排自己的死亡，是为了掩护一个重要的人物。所以，找到这个人才是关键。接着说，您是不是在监听你的弟弟？这个不该你问。我只是想说，我对沈放也有怀疑。如果你已经有所行动了，我看你可以停止监视了。说你发现了他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那位沈副处长已经知道你在监视他了。继续鉴定下去，也得不到什么消息，反而徒增烦恼。我有办法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提醒你，你说的内容已经偏离了你的任务。那我就继续说这个案子。胡连生是被罗立中击毙的，那么罗立中应该就是怀疑的对象。但是他是军统一处的处长，没有绝对的证据，我可不想给你们中统惹出麻烦来。叶局长一定也是这个意思。你在跟我绕圈子吧？这是分寸的问题。你们中国的官场其实跟茶道一样，都讲究分寸。茶多一道就淡了，水热一分茶就沸了。做官也一样，不该说的多说一句，大好的仕途就断送了；不该动的时候，早行一步，或许命可能就没了。我的时间很宝贵。你绕的圈子实在太多了，请见谅，沈处长。但是你必须听我说完。卢立中是明面上的怀疑对象，我反而认为他的嫌疑很低。国林生的死，可能是跟他参与了卢立中某些地下生意有关。有证据吗？你们军队系统在走私，这不是什么秘密。证据也就是那些进出货物的单据，胡连生死了，这些证据也就没人证实了。罗立中是不是在走私，我不关心。我关心的是找到共产党。更重要的是，胡连生的案子，你弟弟沈放也介入了。军统介入这个案子的人有很多啊，不过沈放是最奇怪的一个。汪洪涛、国连生先后死亡，他们都跟令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些你们不好奇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没时间再听你说这些了。实话说吧，沈处长，我们都怀疑沈放，但是你怎么处理你弟弟与我无关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回到家乡。我相信你能帮助我。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？前车之鉴，我现在更没有把握了。我只是认为，如果我查出来什么事情，直接告诉李步清或者叶局长，也许有人会对我很不利。
比如你。你在怀疑我的职业操守吗？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人都一样，在关键时刻总是情感大于一切。我不是怀疑你的职业操守，但是我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做赌注。如果我把这些消息告诉了叶局长，他可能让我回到日本，但是你也可以让我回不去。如果我先告诉了你，那就是给了你回旋的空间，作为回报，你帮我回国，两全其美。而且叶局长肯定不会阻拦，不是吗？分析得挺清楚啊。如今我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，之所以能活下来是还有利用价值，我要保护自己，不能不多想一些。别再找借口了，你说的材料到底有没有？关于军统一处利用国联生涉嫌走私的资料，我已经整理好了，就在那里，应该对你有用。不过以你们中统和军统的关系，扯了半天，你所谓的军统涉嫌走私这件事并不重要，你想说的就是你一直在调查沈放的问题。不管你调查到什么，你记住，你都没有资格跟我谈交易。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些只是推测，离真正的情报工作还差得很远。还有，以后有任何事情到我办公室来说，这样才符合工作流程。让李秘书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处长，您找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撤销对沈放的监听。执行吗？是。现在这样吗？我觉得有病。罗兄要是有事儿，我待会儿再来。没事儿，陈老弟，我跟吴队长也是闲聊。对对对，我已经汇报完了，你们有事儿你们聊吧。秃子，我先走了。陈老弟，这边坐。找我有事儿？嚯，前清的，纯象牙做的，这雕工也不错呀。罗兄一看就是行家。行家谈不上，这是看得多了，也就略懂一二了。沈老弟怎么想起送我东西了？这还真不是我送的。哦，一个商会的会场，让我一定要把这个转交给你。沈老弟啊，做咱们这行的个人喜好习惯不能轻易的流露出去，容易让人家利用啊。
罗兄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了，不能小看这个呀。就在刚刚，吴队长就靠着投其所好，了解到了中统那边的一些消息。他们现在正在搞内部调查。这算个屁！中统啊，也就是查查自己人，这要真打起仗来，个个都是缩头乌龟。可老弟，你能想到这自查都能动用日本人了吗？日本？这不太可能吧。共党喜欢用闲子，潜伏个几年甚至十几年不活动的人大有人在啊。他们自己查不到就动用日本人来查，能想到这个法子，中统也真的是着急了。不过让一个日本人进中统，这个确实有点过了。哼，我倒觉得这个办法挺好的，共产党对咱们太了解了，到处埋钉子，这些年不停地在吞噬着我们呢，说不定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钉子，甚至就在咱们一处。罗兄说的没错，不过我还是觉得未免有点太草木皆兵了。共党很狡猾，不得不防啊。得，那罗兄你继续防着，国防部刚刚下了一个文件，我需要处理一下。老弟，汤姆森的新货马上就要到了，定紧点儿。这点你放心，绝对错不了。回来了。啊，我这就去做饭。哎，晚上别做饭了，我带你出去吃。出去？放心，今天没别人，就我们两个。沈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以为永远都不会见了。过去的相处是我的荣幸，我也以为永远不会再见了。现在看是我们的缘分还在。这位是夫人，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和你一样，为你们的政府工作。不要怀疑我的身份，我现在是中统的特别调查员。你可能会错意了，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我并不感兴趣，我是说希望我们不会再见面。沈先生，夫人失陪了。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吗？你好像不大高兴的样子。他早就应该死了，而且是下十八层地狱。为什么？从来没见你这么恨过一个人。日本投降之前，我潜伏在汪伪政府里。那个时候，我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很清楚。这么说，他是日本人。怎么，你恨日本人？在重庆有一次日本人轰炸，那天我正好在街上。那一次成千上万的人都被活埋。伯伯，你没事吧？这些都是日本人的罪孽。这些日本人，他们每个人都该死，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罪行。那个日本人为什么会在中国？他们不是已经被赶出去了吗？他应该是在执行一个特别的任务，他手里拿着的是中统的证件，所以他应该是在为我哥做事。好了，别再想那么多了，我们回家了。罗立忠说，中统在用日本人搞内部调查，没想到这人居然是田中。这人沈方再熟悉不过了，
他曾经是加藤的亲信，心思缜密而手段狠毒。田中的出现对自己是个致命的威胁，他发现自己再度陷入了危局。